Hello，大家假日午安。今天要安装直播分享的呢是 Toyota 的 Yaris， 大家都称大鸭，因为它的外形比前一代的 Yaris 呢放大很多。啊，这一台呢是今年好像有小改款哈，这台是改款之前的，算是一代的大鸭了哈。啊，前面避震器还有后面的其实都拆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后面的话哈，大鸭的话呢，来避震器的阻尼调整机构哈是藏在这个饰板的里面，在这里，因为后面已经装好了。从这里掀开之后呢，就能做阻尼软硬的调整。顺时针阻尼乘坐感觉就是变硬，逆时针呢就是变软哈。所以阻尼的调整呢哈，大鸭的话是设计在后面的饰板的里面。好，我们都有附上座的橡皮哈。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车底的弹簧，还有 Hello Kitty 的部分。等一下哈，还会装拉杆啦。那现在还没有装拉杆，所以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后面的弹簧，这一条弹簧呢，因为Yaris还算蛮轻的哦，所以后面才有配置3公斤的弹簧。前面的话呢，等一下镜头带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前面的话是配置5公斤，好，5公斤。这是后面啊，调整机构在这里。调整机构是坐在上方的哈，然后这个降到今天的设定呢，后面是要维持大概3指幅左右。原厂的大鸭大概后面大概有5指幅左右，那今天要大概降个2指到2指半，所以后面的话哈会大概是剩下3指幅，前面的话大概2指半。那今天还有要加装的是车主自备的 Summit 好阿鲁老板好朋友家的那个后下拉杆，前上拉杆已经装好了。所以今天要装的除了 KT 的避震器之外呢，还有后下拉杆，啊，前上拉杆已经装好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前面的部分哈，前面的避震器呢，右边已经装好，剩下左边。啊，这个是前面的弹簧，是配置5公斤，好，这里有写5公斤的。啊，这个是专用的油管固定架位置哈。那这一台呢是没有办法附上座了，所以它的上座的轴承哈，还有上座的橡皮呢，就要沿用原厂。嗨，叶大侠你好。啊，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的部分。这个是前面避震器的上座的部分，是要沿用原厂。啊，这里有 ABS 的固定架，还有油管固定架的位置都在这个地方哈。我们的位置呢，都跟原厂的一模一样。右前已经装好了哈。来，镜头带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固定扣具的位置，好，然后这里有ABS 感应线，还有油管固定架的位置都在这里，这个都是仿造原厂的位置。啊，高低可调呢，筒身可调哈，它并不是靠压缩弹簧的方式来改变车高，所以它的高低可调的区间范围很大，要跟原厂一样高。要降到大概0.5指左右都是不成问题的哈。这个是今天安装的是大鸭，而且这个大鸭有安装了原厂的大包 ，Sport 版的大包，很漂亮。啊，前面的话呢，把引擎盖打开，前一代的哈旧鸭小鸭呢，它是需要拆这些的饰板，那大鸭因为放大了，所以避震器的会相对位置呢比较往前移，所以就在引擎室打开。就可以调整到阻尼的部分了，它还有加装的那个 Summit 很漂亮的拉杆哈，这是前面的部分。啊，左前的话呢，现在刚好再拆下来，所以左前的话哈，我们需要呢把弹簧压缩之后哈，要沿用原厂的橡皮，还有原厂的轴承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车种别，有的小车啦，小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设计，上座呢都是沿用原厂。哎，这个是避震器的上座的孔，拆下来的地方。那我们在安装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把固定哈，这些的那个 camber 的固定位置啊，大概接近原厂。那等一下技师在定位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简单一些，就比较角度不会差那么多了，就比较快速一点。这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，啊，前面避震器上座在这里，所以这一带的话呢，维修还有调整呢，都简便的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来，那我镜头，因为上座的部分哈，那个轴承呢，跟橡皮呢已经拆下来哈，在这里。
旧的。好，这个是原厂塞下来的那个轴承，轴承是在里面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亚力士原厂的轴承藏在里面。啊，这个是原厂的上橡皮。哦，这些这两样东西是要沿用的。这面啊，这几号啊？阿姐，你刚刚有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原厂的，原厂的这些灯都不用用到了，我把它放旁边。来，这原厂的全部都拆下来哈，在这里。前面的组合上哈，其实比较麻烦一些，因为有的东西是要沿用原厂，所以大概刚好镜头带到这里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点啊，你这边，哎，这边，来，这边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一颗就是原厂的轴承，好，这个就原厂的轴承，这个亏。开掉了不行，这个不能开掉，要结合起来。不行，来，来一下死一下。这个上座哈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附了一个转接盖呢，需要沿用原厂的。这个上座哈，刚那个阿姐把它弄开掉了，所以把它组合起来。来，拿起来。来，这个拿起来。把下座跟上盖开掉了。我有刚开掉了。啊，这里是好。放好之后再装回去。来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沿用原厂上座，装好了哈。好，确认，因为我怕说肋骨没有对到。原来的螺帽，哦，所以这个前面上座的组合方式呢，会比较繁琐一些。啊，你的手给我在镜头一下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，然后这个弹簧呢，等一下还会再做预载哈。我们正常弹簧会预载3mm左右了，稍微预载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先画起来看一周预载哈。对，这个就是小鸭啦哈，还有新款的 Vios 啊，前面的电器其实都差不多，都是这样的组装方式。还有Swift 好 Fit 啦，一些小车的设计呢，都是这样子。那这台是1500cc 的哈，电瓶好迷你哦。好，这个前面的阻尼，前面的阻尼大概调第几段？调整了吗？还没哈。前面的阻尼，因为今天的轮胎是19 1950哈，哦1950 15还是16？1950 16，哎，这个好像跟之前手牌的 Tiara 规格一样哈，很少。所以前面的段数呢，我先把它调到大概15段左右哈。后边有调整无？后边嘛调15段哈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全部都把它调到中间值哈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。啊，前面有上防水塞吗？好，这里面哈其实贴那个 KT 很用心哈，里面还有做一个防水塞，防止它轴心里面万一有水汽跑进去呢，有锈蚀的状况就比较不好调整。好，所以里面有做一个防水塞，啊，因为手脏脏的，所以把那个 KT 的 logo 弄脏，等一下。装好的时候会一并做清洁。好，这个就已经预载好了哈，所以等一下就要装上去了。这个是前面的
避震器哈，在安装上呢，小鸭了哈，这些小车呢会比较繁琐的地方。可是这一代的小鸭真的是比前一代好拆太多了啦，因为前面就不用拆一些饰板之类的啊，所以拆装上就比较简单许多。哎，这里可以看到哈，这些油管固定架的位置啊，全部都是比较原厂，都不用用束线带哈，所以这个是小鸭拆装还有前面避震器的一些细节。因为毕竟小车啦，所以它的避震器上面的一些零组件哈，其实还蛮简单的，还蛮简单的。这些是小鸭前面这台小鸭还有装了大包，其实原厂就已经很漂亮。路上哈，停个红绿灯几乎都可以做小会师了。这是外显，有大包，这大包应该是原厂的，它密合度很好。啊，你要装后下拉杆了哈。好，还是避震器都先装好，之后微调好之后再来装拉杆。都可以啊，因为那边还没完工好不好？好，那不然就避震器装好之后试车 ，OK 之后再来装拉杆，好，再撑大龟再来装，微调之后再来装拉杆。这个四盖也都还不错。小鸭其实卖得很好啊，但是其实改装率的话哈，以假设是以同级车来说，像是 Swift 啦哈 ，Fit， 它的一般市场的定位啦哈，比较居家，所以改装的车主的话也比较少。可是要是它原厂的悬吊哈，其实很软很舒适的，那做一些基础的改装之后的操控性，其实都是脱胎换骨啊。所以如果有车主对操控比较有要求的话呢，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底盘初级的改装，避震器的哈，刹车还有铝圈轮胎这些很基础的改装，对操控的升级哈都有相当正面的帮助。啊，这里变烂刀诶，变5 mini 啊，它原来的是6 mini 哈。中间要固定六角的，之后呢再做对锁，确定有锁紧。所以这个上部的轴心螺帽哈，还有最上部的这个螺帽哈，我们 KT 都有附了，但是原厂的状况都还很好，所以 KT 的附的都是算是给车主还有技师啊当一个备用啊，都拿掉，不用原厂的其实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拆下来。我们本来有附的螺帽，这种用没掉，都用不到。啊，这个上面等一下还会再放调整杆上去哈。这里有一个塑胶固定扣，拆开之后调整杆就可以从这里放进去。塑胶溜啊，拆掉就好啊啦。哎呀，塑胶溜啊，拆掉就好啊。这台其实很省油哈 ，1.5 的。应该也是 CVT 啊，对，这台也是 CVT。这个就塑胶扣具。拔开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调整钮哈码放上去。来，现在就是做的动作呢，就是做防水塞。镜头带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个就是防水塞，防止轴心里面有跑水器，因为上座在雨刷挡板的下方啊，所以有可能会有水跑进去啊哈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防水塞之后，来，看得到哦，说，好，这个就是防水塞。防水塞之后呢，等一下会把，来哦，很清楚，好，这里就防水塞，等一下会再把那个调整杆放到上面，就做一个防水，还有调整阻尼调整的地方哈，就做一个防水。OK， 谢谢。
等一下这里有塑胶扣在扣紧哈，大力压下去也可以，这个角度了。嗨，明凯，明凯你好。所以这个就前面的已经是拉杆哈，三米特的。等一下的话，后下拉杆可能还没有要装啦，会先试完车之后呢，做微调的时候把整个车子撑起来，好，整个车子撑起来之后再装后下拉杆。这台后下拉杆其实我们也没有装过的，好，这个是那个后下拉杆三米特的，还有附一个说明书。这个你们倒柜，好，等一下再研究看看。原厂的变速器就拆下来了，这个小车的变速器还蛮简易的，后面就一般的拖曳臂系统。落会入去无？啊，你看到吗？好，这个是塑胶扣去，要把它装回去的哦。啊，你看，调十五段，然后上面我们的手都脏脏啊，等一下改修个切切的哈，调整有地方好。现在就在做的动作呢，就是调整阻尼。底盘目前都还轮胎都还原厂的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半个胎压正常胎压之后呢，就把阻尼调到大概前后十五段，好，这个前后十五段。前面差不多了嘛，哈。哎，后边固那个油管跟 ABS 感应线固定架。哎，现在用一字的改修换腰灰哈，以前那个 ABS 感应线呢、啊、才会往后挪，固定架的扣去才扣得到。哎，以后两个腰啊跟腰灰。冰冰还是防盗的喇叭？不知道是吗？防盗喇叭、啊？那是冰冰啊。正常不是要放前面吗？哈，我这前面空间还好大，是要放 intercooler 吗？哦，你看，我这前面空间还好大，改个涡轮哈，1.5涡轮应该很棒，但 CVT 不晓得能不能承受得住。哎，这嘛几辆风扇的哈？双速风扇，但是这样的风扇哦，跟 T 打一样，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万一风扇挂掉的话，哇，那就掉下了。如果有两颗风扇的话呢，都还是可以稍微撑一下。可是这个应该都是趋势了，单颗风扇做双速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那个安装变速器的分享哈，因为安装快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就剩下试车了哈。大概到这里，那如果对产品有任何兴趣的话呢，有任何问题再请跟我们家小编联络，好，就私讯给我们小编。有问题啊，产品要到哪里安装，要怎么调校哈，产品用料什么之类的，都欢迎跟我们的小编联络。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